法典提起中原的野农民，也今日的开始去到水米野买烟厂，叫巡河为烟呢。因前几年去台湾研究公司签米一年数烟呢，也到农民叫烟那个心情都当复杂。见到他烟的一张一百就结束的，没受骗的汉白唔掉用的工艺嘞。烟农将一包一包，他用20公斤配合的烟叶搬运到输送带。但今天夜配料白嘅烟叶进行定期评鉴，虽然日头通着同往年相款无改变，不过今年嘅心情实系当复杂。40多年嘅啦，种人呢，吼、啊种到咧哈，都讲要结束嘅，无好种嘅，谈到当艰苦啦。啊，日头农民我种嘛该，按伊种水稻又利润又无好啦。各部人呢，各责任呢，都嘛要20人晒。啊，你哈用人嘛当艰苦啦，真紧讲当艰苦啊，唔知要做嘛该用人。姊妹一摆交烟，当到烟农上菜拿摄像机摄像留念，接受加关的事业，将接受种烟三年的烟农返乡，手里一道味道种烟将卖个紫菜，以后唔知要怎样个杀。南外也受力，人口老化，要向未来的农业产业。以前的生产器具就放在那边，好像浪费了、啊，之前的投资好像就化为泡沫了，觉得还蛮可惜的啦。坏的是因为都是老年化，现在年轻人很少回来做，所以有时候要找工人的时候不好找。水梅卖烟厂是华东地区寒春街收烟场所。当然，按算是在收大约8万公斤，不过今年因为天时的关系失收，另外停电停止种烟，卖烟厂未来也将会收拍。18万公斤以内，这里的面积就在31点多。那今年呢，天后气候的影响呢，受到天灾，缴烟呢可能会不足，也许在7万左右。这个买烟厂呢，不在收购之下，我们这个场地是归为国有财产。华东地区对2015年开始连续生意收烟，收购的烟叶将送到台中泰利烟叶厂。等到28日清明节收烟了后，工商烟叶将会转向闽南地区继续收烟，苏梅买烟厂也将进行行业历史。客家新闻，张国兴，华联报道。